死人。好。过来两个人。哎，现场就在那边。啊。这边有吗？那具无头尸啊，是被几个在这边游野泳的人发现的。这个地方人烟稀少，所以凶手才会选择在这里抛尸。哼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游野泳。没错，很多游泳时期的死亡都跟野泳有关，主要还是害怕环境污染吧。现在很多河流都有污染呀，有机农药、DDT、工业废水什么的，真的游多了都不用担心怀孕了。本来就是。哎，游泳池里会不会好一点？我刚花了2000块钱办了一张游泳卡。正规的地方都没事，最多也就是喝点尿。一个成年人游泳45分钟要喝16毫升的尿，你喝的时候酸吗？我。都是消毒水的味道吗？干净的水是没有味道的，如果有味道，就是尿液里面含氮的物质跟氯反应产生的，恰恰说明水不干净。哎，你们看，尸体少了一根手指，应该不是新伤。能判断出来死亡时间吗？从皮肤跟肌肉脱落的情况来看，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半个月吧。腹部有缝过针，死者的头部不会在腹腔里吧？凶手不会这么变态吧？当然没有。需不需要通知刑警队派挖人在这湖里头找一下死者的头部？切掉头部就是怕死者的身份被人发现，头部不会再扔到这个湖里了。石灰石，哇，这么沉！凶手放了这么多石头在尸体里，肯定是为了沉尸吧？死者已经完全没有内脏了，很难直接判断死因。哎呀，尸体身上的这些伤口应该都是利器所致。他生前受过很多伤，被捅了2刀。腿也断了，还有一些是愈合之后反复再受的伤。最值得注意的是肩膀有一个严重的错位，这应该是被警察控制住之后奋力反抗所导致的。我推断我们的死者生前跟警察很熟悉。那为什么是警察呢？他就是跟普通人搏斗也会留下这样的伤。警察抓人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动作，是把人摁在地面上往后背，手上戴着手铐的人因为长期僵持，肩膀会受更严重的伤，这种伤独一无二，就跟死者一样。可惜已经没有可以比对的指纹了，湖里的鱼总是优先吃到手指上的皮肤。我看他的颈部状态，他的头颅应该是死后割下来的。对，虽然因为经过湖水长时间的浸泡，血液喷溅的情况已经不得而知了，但是从切割情况来看，边缘不齐，说明切割的时候肉体已经失去了活力，血液已经停止流动了。对了，美剧里经常有这样的情况，这是意大利黑手党为了报复对手，就把他的头咔嚓切下来，然后撞进箱子里，再送到你们家门口。猜测，只是一种猜测。最近没有失踪人口，也没有人报案。最头疼的就是这种无头案。可以先以这些石灰石为线索查起。石灰石是建筑工地常用的材料，可以查一下湖边有哪些建筑工地。你，嗯，跟他一起去。我是法医，我需要安静。
安静是什么鬼？那这一个月，这里有人失踪吗？天天工地有来的有走的，也没听说谁失踪啊。行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不过这种石头和无头尸体内的石头看起来确实不一样。师傅，您确定是郭立强吗？没错，就是他，失踪了半个月，手还缺一节，准没错。这小子平时啊，经常戴个手套。有一次和人打架，把手套摘下来了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就是他，就是这种石头。喂，秦科长。老板人怎么样？我们老板壮得很，就是脾气太暴躁，想打谁就打谁。他有家庭吗？有一个儿子，但可能离过婚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是有一个孩子，离婚已经一年多了。这张照片有一半被撕掉了。小江，通知警局对比一下死者家属 DNA， 最后确定一下死者身份。是。太奇怪了，这里任何指纹都没有，就连经常发现指纹的电话、电脑上都没有发现。所以这个房间里一定经过了一次非常仔细的清洗，这很有可能就是案发现场。你们说保险柜是空的，这会不会是谋财害命？能把肚子里的内脏全都掏出来的应该是仇杀吧，要不然为什么会这么凶残地对待死者呢？不管案件的性质是什么，我们现在都要从这里查起。